昨天是母亲节，名模林志玲也在脸书上贴出了跟妈妈的这一张合照，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。这张照片呢，看起来有一点泛黄，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出林志玲妈妈的气质跟美丽。就有这个网友留言说啊，林志玲跟妈妈都很漂亮，还有人说志玲妈妈跟韩国女神孙艺珍长得非常像，整个神韵都很类似。晚间九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，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